讲。好，反正现在对决是 CDGS Pro。我会不会玩 double 哈？点点吧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3, 2, 1, go！现在这场比赛，他们通常自己开打了。没关系啊，已经他们已经跟调调好了。好，现在是 CD 对上 Pro 的对决 ，CD 是九 ，Pro 是九八六。他现在 CD 没有选择 A。漂亮，漂亮漂亮！他没有抓到，抓到了，抓了很久。可能是因为 CD 也打我打九把，因为他可能知道我打吧。打你了、啊。对啊，他现在不是选头了，因为他可能要留考虑留到，没有已经到危险趴数了。对啊，这样一个空上 A 或者是一个抓就结束了。非常想抓，可是先不管他。哎，回到哎呦呦，我以为抓到了，吓死！一个贝尔又，哎呦，好危险！他挂了，挂了。每次对到他的地方，哇！就还有他同级。对，超硬的，明明就是往上打的，为什么可以对地？哎呦呦，好危险！哎，漂亮！可乐还蛮会抓的。哥还没抓到，他蛮会抓技能的，只是他有时就是会。哎呦，哎呀，就打到了！哇哇，疯狂！哦，糟糕了！没事。我现在还是有一个已经完成75%了。哎，挂了挂了挂了！哎，救回来了！你不要倒！救人了！他那个 PK 三打打到别人之后，自己就是直接死掉了。自己下去。哇！现在他现在让 Crow 有一个机会可以去。会不会没有气啊？气都没了。啊，不过现在已经在后面后没有气势了。除非在拼，直接反方向。哎，抓到了！这样这样。不过那次哎挂了，哎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，可能那个没有 rage 对没有 rage 对，哎呀对挂了，好险哦，现在是1-0，中间想说一直被摸爬，我还想说刚刚说 flag 就是 CD 救人，然后要一个逆转的开始，对啊 ，flag， 他说什么？音乐声音标题，后来要打英文。如果没有那个正在玩的，可能比较还好。今天可能要打战绩的积分吧，或者可能下次。不怎么会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对，不要动吧。不过这个也太，还说。我们先转回那个吧。好，我们先转回。哎，他们已经开打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太累了。然后已经到了。好，这局是一个蛮热的天气。我看到他的前 size match 就蛮难。啊，他还蛮会抓一些。攻击的蛮多，哎呦，哇，怎么飘在那边？哎呦，哎呦，好，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，就是没事就好。大家很小心的想要，哎呀，没跳了，没有跳了。但其实他还有点机会，还早。可是我觉得马里奥火力不应该算很大吧。马里奥其实有一些逆转，就是要会，就是上面原本
有啦，我把他打出场，抓到那个上臂就有机会。把他推出去，漂亮漂亮。实际上就是看他敢不敢下去。可是我觉得打内，就是有时候很大的机会都是把想办法把他把锁在外面，对对对，然后把他推出去就有抓他上臂时间把他推出去。把他推出去几乎等于。对，去撞那个电也好，就像刚才那样一样。哎呀！哎，抓了，还没上，上掉了，漂亮漂亮，哎，成就撞裂了。不行，要打不到平台上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那后摔也蛮痛的，要12%。哎，他抓到了，好像没有摔了哦，没有跳了吧？对，没有跳。对，哎，他突然，他没有跳了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哈哈哈哈，这跟刚铁狙发生状况一样哦，不要被抓到就哎呦哎呦，啊，对，只要被推进去，哎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没想到，其实可洛他还蛮会用空中冲刺的，什么叫空中冲刺？就是空中 dash。就是敌人的什么1、2、3、4、4，他有，他会用。我是跟他打的注意到了，如果他身上有没有到，我不知道。要避人的手。对。哎呀，超痛的。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换我跟大鱼。我看看他顺序，他有顺序，要看他顺序。